好，那我们从网盘比短，好，往外框置，哦，三边框左上下，那这边它还是一样往中间靠，尾巴中一点点。好，那这边直接左一样再拉回来，停住，还是一样在中间左右。那它还是在居中哦，还是在居中，那这边上去一点点。下来一样空间良好的话，这空间把它抓好就好了。好，这三个空间是一样的，包含这里如果再把它关起来的话，这四个空间是一样的。好，好，再来弹。那如果是性的话，变成扇。好，如果这是性别的话，变成扇。空间，好，大概三分之一左右。然后口袋在这横笔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再过来齐头。好，那直接中间突过来，大概在第二个横笔左右，这边就转弯过去了，到第三个横笔，那这边一样拉直下来，那再做左右点空间了后的后来，好，让轴线下来，在第三点的位置再上去一点点，一样下来一点点，到它的位置以后直接推出去。好，让这边推出去燕尾的部分。好，一样，垂直对应，垂直对应就好了。空间的位置，好，空间的位置。好，再来笔，双人旁，啊，都是固定的一个斜板，就这样子下来。那这边停住，齐头，这边直接推出去，带弧度勾起来。好，那这边。笔的部分，这个披风它把它写短短的，那这边直接过来推过来，好，拉回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轴线中间一软，微微带弧度，停住，比它低一点点就可以。那这边飘上去，再拉下来，停住，收。那这边直接从这里下压，停住，燕尾把它做出来。好，交接还是在轴线，还在中心的部分。好，短的部分，四字边有几个概念呢？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写成是这样子的状况，啊，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，啊，那它照正常的一个结构去写，好，圈横笔，那这里要略长一点点了，齐头上去，下来直接推出去，上提，那这里微微带弧度下来，比它略高一点点。这个宽度带下来就可以了，空间了后，哦，一样，空间把它带好，那这里一样有一个空间，这里缠头燕尾，阿姨我走，那等麦芽走，哦，这三个空间把它做差不多，好，再来米，来补字头，那这边，好，那这个地方横跟撇不要去连接啊，哦，直接短短的，这里短短的。挑，那它这边都会先写纸过来，后再带一个弧度带起来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，只要遇到长字的这个结构的话，这边都直了下来，后这边再带弧度起来就好了。那这边左右对称，哦，第一笔，那左一点，右一点，那这边一样，这边起头的话，哦，或略出去都没关系，那这边还是一样居中，空间了后，那。从这个地方去带第一个竖笔，那有些人会把两个竖笔都拉出来 ，OK， 第一个竖笔带在这两个中间，不要超过它，顶多就跟它的下方就好了。那最左边不要超过它，在这两个中间，那这个竖笔就在它的下方。好，那左右是对称的，带过来，我的习惯就直接顺着带过来就好了，然后这边就直接顺着带过来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它做燕尾，所以再拉长一点点，好，再拉长一点点。好，四立心旁，借立心旁一下，要它劈哈，写的比较偏向左侧的一个味道，就拉过来，拉起来，逆时针溜起来，溜起来料，这边再上去。好，这边一样，空间分配好，上去，那在这里。
有点像斜下来，那这边把它拉平，重一点点。好，那这边直接上去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寸的地方啊，这里是土，那这是寸的地方。那我讲上次有讲过了，这个寸这个竖钩不见得要冒出去，不见得要凸出去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让它斜斜的带下来，带到它的位置，好，带它的位置弧度带起来。那出来一点点，再拉进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四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如果写四的话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急，这一波上啊，它还是一样，但它有一点点偏左的一个味道啊。以往来讲，它是以居中为主，但它这个它有点偏左，那这边是有点这样斜面下来，这边就有点斜面过来。好，顶住空间了后，那这边直接带弧度。黏住，慢慢提起来，这燕尾把它收好就好了。那已经的鱼也是一样，从这里冒出头而已。那个做一个比方冒出头，长短的长，这里拉，那这里整体是往左边的啊，往左边的，这里凸出去一点点，这里掏出去很多，好，空间的然后，那这里细长，那一样从这里。稍微往左提，往左拉，那拉过来后再提起来，再飘。有点我们在写那个书写体的英文字母 L 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地方？就这样带起来。那从这一段这一段的中间去写这个撇，跟写这个燕尾。好，再来信。野人这边很短哦，好，这边重一点点，那这里短短的，直接从里面晃一下再拉下来，好，让这里有点造成这样的一个角度，这样带下来的一个感觉，这个边缘有点带这样角度，那这里横笔比它可以略高一点点，那不要比它低哈，那边蚕头燕尾的地方，好，那这边。差不多宽就好了，跟它差不多宽就好了。那这里低一点点，空间差不多，这个略大一点点，这里稍微大一点点。那其他这三个是四个是差不多的。来，再来使用的食，一样人字边买下对对啊你啊，然后这边一样细的到粗的推上去，那这边一样。晃一下，再拉下来，一样粗的变细的。那这边平笔，我会带点小弧度下来。那这里收进来，收进来，所以这里有点丢地板，而且空间嘛，赶快。空间也是把它做一样的，上去突出去一点点就好，直直下来。接下来要再出来一个格子的空间，一样是直的。那这边再带弧度出去。好，那这里直接。拐弯，黏住，再带起来。这它是用转字的概念了，转字这边会拐弯，那这边一样把它做个拐弯。那我们不见得这个地方要做，直接就这样斜直下来就好了。这地方是比较它特殊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壳的地方，它为了去让它形成一个三角形。那这里我们可以做燕尾这边可以做燕尾。那它这边收起来，在中央的位置，好，拉下来。那这个地方缩进来了，所以它这边也让它缩进来，所以它这个竖钩它把它斜斜的，停住，拉回来，往这个方向挑起来，让它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。那这样的形状可以造成说这个壳子比较稳定。那进行安那下来为，你这个竖钩没有带好的话，常常会发现会东倒西歪。会比较不稳重，那它整个拉到中间，让它对称起来，反而会造成它的稳定。这比较特殊的概念。复，笔画很多，有下卡水啊。那这边它完全取消掉了它的一个笔画的部分，它直接就缩了，这边就直接又缩进来了。好，一样，弄接了后的话，那这边一样维持双人旁的部分嘛，是安尼按过叫做缩起来啊，溜来，弱弱的。那这边一样，尾尾会斜下来。好，横笔，
空间左右空间两亏，这里对应下来，这里对应下来，那这边空间做好，那这边出去，这里对应，这里转过来，好，再低一点点，慢慢斜下来，那这边一样，那要这样子带过来，这边再压，好，一样，又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，他如果在写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这个笔画他都会这样子带。好，这个笔画耐笔的部分，好，这部分长，哎，那个刚刚的实啦，啊，还有负啦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有没有？有。哦，在耐笔的部分，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好，再来气，气的话，有些会把中间写成工，工厂的工，上下各两个口，哦，也可以，那它还是维持正常的，上面两个口集中在中间。那这里等宽就好了，等宽就好了。那这里直接写的出去，但这边要拐弯，那拐弯这个空间注意一下，哦，这空间是一样的，那这边要下来，它的位置下来再拐弯出去，那一样燕尾的部分，那从这里对应下来，哦，这里对应下来，那一样这里对应下来，上下对称就好了，哦，左右对称就可以了，哦，那这边的空间把它抓好就好了。来玉，这地方它直接左右左右而已，左边啊，右边，那这边在左边，在右边，然后这边直接拉弧度，这个位置对应过来，往左拉带过来，这个位置推下来，这边关起来，那这里直接拐个弯，做个短撇没关系，那从里面拉出来，直接拉进来，好，拉进来，短短的，那直接从它的下面直的微微带点小弧度推一下，那这个地方从这起头直接，好，那它这边有点不规则的晃动，那没关系哦，那它你记得管嘿，手稍微有点晃动造成，好，所以味道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南字左边的部分啊，左边这个结构，这边有些把它写成草字头，那下面变成这样子，那下面应该是如果以楷书这边是两点，但是它变成是四点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，它是维持楷书的概念啊，应该楷书是沿用，它只是改成四点变成两点。好，那这边你要把它断掉或连在一起都 OK， 但它实际上是断掉的哈，你在实际上也断掉了，你们只是说它有连在一起的味道，你们要动作是一笔鬼哈。那这边稍微缩进来一点点，右边还是起的啊，那这边好，中间拉下来就好了，我会习惯从这边开始压，空间等分就好了，空间等分就好了，那这里高度一样直接推到这个缝隙来，好，压过来，好，来压，对对，偏右侧一点点就好了，那这边带过来直接带到这里下压，比他们长一点点，啊，比他们长一点，那从这里开始带，那空间把它带好，最后一个笔画不要低于这边，啊，最后一个笔画不要低于这边，大概在这个空间就好了。好，那这里交接稳点，从这个地方直接压出去。啊，这个横笔不要低于这个点的位置，啊，在这个位置穿插是最好的，啊，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。好，今天最后一个字，隶书的部分就是啥？梁。哦，梁哦，跟从也有类似，有点类似哈，哦。我们从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写法，我们后续会遇到。那一样，它居中都把它缩到中央，中央二五八宫位，好，二五八宫位。那这边直接横笔立拐，空间两后的话。好，这边一样再带，好，接那这些有些从这里拉出来，有些是从这里拉出来都可以，那这边都很弱，但它这个蚕头燕尾它把它写的比较重，而且后面这边它有做一个描笔，好，这边特别去留意，它缩在二五宫位，那只有在蚕头燕尾拉到左右而已，好，拉到左右而已，好。